破，三角龙，这么客气啊？我恐龙兽果然还在。你是风雷的儿子吗？火恐龙兽的出现表明，风雷还活着。爸爸，我努力了，可是我没做到。只要不断努力，奇迹必然出现。给我上！爸爸，不要丢下我！消失的风雷和蓝虎族很有可能去了另一个时空。只要得到那个空间传送器，我们就可以回地球了。宇宙护卫队大电影《风暴力量》。4月29日，嗨翻五一档。